同样是在节目中发飙，邓伦为维护球员仗义发声，受到网友们好评。邓伦因为在节目里维护自己球员向裁判发飙上了热搜，网友力挺邓伦，和之前郑爽在节目中发飙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其实邓伦作为领队，他牢牢呵护队员们的篮球梦想，尽己所能保护队员。邓伦在智足的十周年庆典中身穿暗纹西服，展现出的是他的低调优雅，二八分的发型凸显出精致秀气的脸庞，圆弧的翻领衬衣显得绅士也不会千篇一律，暗纹的面料就如同他一样独特又个性。在初秋的时候，长款的大衣是很多人的首选，容易营造出走路带风的感觉，黑色卫衣是元气标配，而撞色外套潮味十足。在综艺节目中，他是维护球员梦想的最佳领队，也是开心的时候像个三岁的孩子融入团队庆祝。